好，你好，李老师好。你好，我是王璇，我是王老师。我是王老师，这是我的中文名字，王璇。我是王老师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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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名字？我是史蒂芬。你叫什么？我是马奇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？名字啊，我叫。我叫王璇，我是王老师啊。我们今天呢，今天来讲什么？这是什么 ？In general， 这是什么？哎，很好，颜色啊，颜色。今天我们来说一下颜色。这些啊，看一下这个。大斌跟我说，这是什么颜色？这是什么颜色？黄。好，这个呢？这是什么颜色？好。好，都学过了是吗？这个。黑色。好。这个。绿。绿。好。这个。橙。一起橙。好。蓝，那我们加上这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红色、橙色。下边，安娜，绿色，史蒂芬，蓝色。下边。紫色，嘉宾，这是什么？棕色，跟我说棕色，这个呢？这个，黑色，很好，黑色，这个，白色，很好，白色，那这个色，它就是一个，你们就知道了，是一个 standard way 是吧？来说，好，下边我们来说一下，下面大家站起来 ，in a row， 好。好，我们来看到。好，下面看，这是什么颜色？这是什么颜色？白和蓝色。白色和蓝色。好，过来。这是什么颜色？这是什么颜色？那你 ask。跟我说这是什么颜色？一起说，这是什么颜色？这是什么颜色？他们一起说 again， 再说一遍，这是什么颜色？这是什么颜色？白色和蓝色。很好。这是什么颜色？Next 。这是什么颜色？好，红色和黄色。You need to pan it out, right? 红色和。红色和绿色。
色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下边，下边。橘橘。这是什么颜色？橘色什么颜色？很好。紫色。黑色。黑色，黑色，好，好，黑色。橘色什么颜色？好。紫，橘色，黑色。橙色，黄色，蓝色，好，蓝色，好，很好，很好。下边，下边，下边。这是什么颜色？这是什么颜色？黑色和绿色和白色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下边。这是什么颜色？黄色和黄色和黑色，和白色。好，好，好。下边，下边，下一个，这是什么颜色？巧克力，巧克力。再说一遍。橙色什么颜色？这是什么颜色？棕色啊，棕色，棕色，好，好，下边，下边，好，这是什么颜色？红色和，不，黑色和白色和鸡色。绿色，蓝色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这是什么颜色？这是什么颜色？很好。红色和绿色和棕色，棕色和蓝色和白色。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好，下边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这是什么颜色？好，这是什么颜色？蓝色和绿色和黄色和红色。和蓝色和绿色和再这个来红色。粉红色 ，pink， 粉红色，粉红色。对，蓝色和。好，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请回，请回去，请回去，请回，请坐，很好，很好，粉红色，粉红色，不错。跟我说粉红色，跟我说粉红色，粉红色，大家一起说粉红色，粉红色。粉红色，粉红色，当然这个是绿色。哎呀，粉红色你知道是什么颜色哈？好，下边还是同样的，是吧？还是这些很可爱的小孩子们，他们穿了什么衣服呢？他穿什么？他穿什么？我穿什么？我穿什么？我穿白色的。白色的 T 恤，白色的 T 恤，蓝色的，蓝色的裤子，很好，蓝色的裤子，跟我说裤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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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 show your 裤子，裤子，裤子在哪？好，你穿什么颜色的裤子？你穿什么颜色的裤子？蓝。我穿蓝色的裤子。我穿蓝色的裤子。你穿什么？我穿蓝色，是吧？蓝色。我穿蓝色，
的，蓝色的什么？这样你要写裤子是吧？裤子。好，我穿蓝色的裤子。你穿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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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鞋子。鞋子。鞋子。好。他们穿什么？他穿什么？黄色的。黄色的。T 恤。T 恤。T 恤。红色的 T 恤，嗯哼，
你穿什么？我穿棕色的裤子。你穿什么？好，你穿什么？我穿黑色的裙子。鞋子。鞋子。鞋子，好。你穿什么？我穿黄色的鞋子。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谢谢大家。